原标题：混得最惨国家，政府军打不过叛军，首都被叛军占领，总统被迫迁都。从世界历史来看，一个国家被打得被迫迁都，似乎是古代或者近代两次世界大战的事情了。在二战中，我国就被迫迁都到了重庆，但是直到现在还有国家陷入战争被迫迁都。混得最惨最典型如下面这个国家：几十年内战，政府军打不过叛军，连首都都给叛军占了，总统都被迫迁都。这个国家就是也门。也门是阿拉伯文明的古国之一，居民基本上都是穆斯林，其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，直接扼守印度洋和亚丁湾，掌控红海，战略位置尤其好。因此在近代，也门成为西方殖民者争夺的对象，最终被肢解为两个部分，南也门和北也门。二战后，两个也门分别独立建国，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。在冷战时期，两个也门是相互争斗了半个世纪，而现代的也门共和国建立于1990年，是由当时的南也门和北也门合并而成，可谓是完成了国家统一大业。但是统一之后的也门却陷入了长期的内战，南也门长期不服北也门，而且国家内部部落林立，叛军崛起，打成一锅粥。最为彪悍的是胡塞武装，这个武装属于也门什叶派穆斯林中的塞德教派。在1970年代年，由一个叫做侯赛因胡塞的创立，于2004年发动叛乱后，受到了据说伊朗的支持，因为伊朗也是什叶派国家，而且近年来发展非常迅猛，其军队人数达到了10万人，在也门攻城略地。为此，沙特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曾经联合绞杀，但是沙特军队被胡塞武装打的是满地找牙，非常狼狈的败退下来。这些胡塞武装虽然都是民兵，武器也比较简陋，但是作战非常勇猛，也门的政府军根本就不是对手。在2015年，胡塞武装一路高歌猛进，直接打进了也门首都萨那，占领了总统府、政府官邸，而且还杀了总统萨利赫，掌控了首都地区。而新当选的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被迫逃出首都，宣布迁都到了南部城市亚丁，这也是原来南也门的首都。也门政府军被打的迁都首都都丢了，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份。就连混乱不堪的索马里打了几十年，首都也没丢，这个也门算是打破了记录了。而且更加悲催的是，现在也门政府只能靠阿拉伯兄弟帮忙了，而沙特等国家又是军事衡水，根本就没办平定胡塞武装，使得这个叛军发展而无法遏制。再这么下去，估计胡塞武装要统一也门，将政府赶到大海了。换一个视角纵观古今，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写历史，我们是认真的。更多精彩请关注农夫史记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